局长钱康宁他即将卸任，但是他发文来酸高虹安的跑车事件，就现在也被质疑说是不是高市府跟之前北市府一样，人才流动都比较快，主席这边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这个哦，参展哦，什么叫污名化？你知道？是你去调查哦，柯文哲八年跟郝龙斌八年哦，一级首长的那个更换数人数哦，我没有比较多啊。可是哦，我们常常就是媒体太注重，我连跑掉一个秘书，你知道，我都会上那个报纸，我就真奇怪。所以这个就是认知的，你知道吗？image 这样，印象。我再讲一遍哦，其实柯文哲八年算下来，跟郝龙斌八年算下来，我的首长流动率没有人数没有比较多，只是说我走一个你们就要报一次，然后报到最后大家都有那个印象说，我柯文哲首长走掉很多。其实每个县市，哪个县市不会首长不会更换的吗？这真奇怪。那另外就是说，有律师说，如果不认罪的话，可能会跟同中院一样入狱。想问市长您怎么看？好，我想其实这一次的这个北检的起诉书哦，整个办案的过程大家都可以看到，真的相当的粗糙。包含说我们看到起诉书的内容，其实有非常非常多不正确的内容。那包含说，其实像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同中院的案子，其实同中院的案子呢，如果大家去看同中院的判决书，就会知道他的助理是人头助理，并没有实际从事议会的工作。那我想，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北检在侦讯的过程当中哦，其实承办的检察官自己也都在庭讯当中，或者是新闻稿内容都说了，我的助理都是实职的，有在劳务、有在加班的助理，绝对都不是人头助理。所以他们依法依规的付出他们的劳务而取得的助理费，那怎么会用诈领这样的方式来去定义他？哦，所以我想这个部分的话，我想在过程当中都已经跟检察官有说明，但是很遗憾的是，检察官在起诉的内容当中还是全盘的忽略掉我所说的内容，包含像是大家吵得沸沸扬扬的这个私用的部分。其实在这个私用的部分，其实它很简单，就是我的秘书、我的助理为我代垫的一些费用。那这些费用我都主动的跟助理多次的，不管是口头或者是 LINE 告诉他们说，请他们呢把来这个代垫的费用都来跟我请款，而且我会归还。而每一次助理的请款我都及时的归还，甚至还有好几次呢，我还跟他们说，哎，这个不用找零了。比如说你今天要300多块，我给你500块，我说不用找零了。请问一下，今天一个要贪污的人，把零用金当成自己小金库的人，会有这么奇怪不合逻辑的做法吗？所以我想在这个部分呢，还是必须要预请我们的检察官哦。其实他在起诉的内容当中，真的有太多都是刻意的偏颇，非常奇怪的内容。那再来有讲到说我丝毫没有出公务的费用，我在这边也再次的澄清，我在公务的支出方面的费用已经远超过他所谓的犯罪贪污的所得
只是说在这个零用金，因为他毕竟是助理自己在管账，自己在记账，所以在这个记账的内容上面并没有呈现出来我的公务支出的费用。那我在庭讯的当中，侦查的过程当中，我都已经提交了我自己在公务支出上的证据，那也这些实质的内容也都跟检察官说了。但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奇怪，是为什么检察官的新闻稿里还是可以用一句话带过，说我丝毫未出公务费用。然后再来是在这个零用金的这个账目上面，其实说真的，这个流水账我也是要靠媒体所披露的这个版本，我才知道流水账的内容。所以在外面有看到一些什么媒体在带风向，说这个流水账我有签名，成为我贪污的铁证，这完全都是错误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在这个流水账上面做任何的签名跟认证的动作，而所谓检察官所做的这个流水账，也只是一份电子档。那大家知道，其实电子档可能它的篡改或者是错误是非常多。我在检察官庭讯的时候，我也跟检察官提出，第一个，这个电子档是可以篡改的，我也现场提供给他，在这个资讯工程的技术下是怎么样去做篡改。第二个是这个电子档的内容已经看到有很多的错误，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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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然后刚刚看到市民朋友眼睛眼眶都含泪，我其实真的蛮难过的。对，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其实在这个北检的起诉的过程，我希望说还是要看证据办案，而不是说好像就是像在乔案子一样，甚至透过媒体这样子带风向，一直在好像用一种恐吓的语气，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好像不配合检查办案就是态度不佳。我也想请教一下大家，如果我真的态度不佳，为什么我全力配合调查？为什么我在侦查的当天，我都主动交出我的密码、我的手机？我人不在办公室，但是电脑的密码我直接隔空跟我们当天要搜索的检察官说所有的密码，同时每一次的传讯我也都配合，我甚至还主动跟检察官说，检察官既然你在庭当中有说你还有很多问题没有问完，那是不是我们主动来约庭期？我甚至五月的时候也还主动跟他说，我希望说能够再开庭让我能够说明，但是很可惜的我都没有得到这些机会，而四个月过去了，我得到的就是一份非常粗糙的起诉书。所以我想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昨天也是觉得人生中第一次被起诉真的是一个非常黑暗的一天。我真的没有想到在这样子一个被起诉过程才知道这个过程有多么多么的黑暗，但是我还是需要再次强调，我的助理都实实在在有在付出他的劳务，有在加班，而且我们的成绩在立法院国会的成绩我想大家都有目共睹，优秀立委、问政全院最高分，我想这都不用再多数，所以我的助理他们的这个付出都是有目共睹，都绝对是有付出劳务，而且立法院全部立法委员的助理费的执行率是高达 97.5%。 所以如果说全立法院的立法委员的助理费都是报好报满的情况，那为什么今天高虹安的办公室的助理付出的劳务跟加班都实际存在，而我们的助理费爆满就是一种贪污的行为？我想这些很多的疑点，没关系，我们都会在法院勇敢的来面对，并且把这些当初在检察官庭讯的证据没有被检察官所列在起诉书或者是我们在这个新闻稿当中没有看到的部分，我们也都会在法院上一一的来呈现检察官所办案过程当中的粗糙，以及没有按照无罪推定原则、罪疑为轻原则、检察官应对被告的有利不利事项一并注意的原则。我想在这里面大家都知道，八尺门的辩护人一直说，根本就已经变成一种嘲讽的笑话。我希望不要真的演变成在法院的时候看到检察官完全用一种有罪推定的理论来去看高虹安的这个事件，绝对不要做政治办案，因为每一个人的生命、每一个人人生的重量都是非常重的，并不是今天在这个选择跟一念之间可以用贪污去定人于罪。我想在这部分可以讲的真的很多，但是我想今天先讲到这边，谢谢。